狮子王音乐剧在台北小巨蛋最后一天演出，26号陶喆也带着老婆和儿子一起来看。另外还有很久没露面的阿本，今天也跟着好友鬼鬼一起现身。有啊，今天穿这么林峰，就是等一下会上台啊。就首先就要我们领导，之类的。哦，我最喜欢那只小狮子，然后还有那个丁丁跟满满，人家叫捧捧丁满。哦，他也说是碰碰跟廖奇。其实我已经做幕后做7年了，这样子，所以今天是很刚好跟鬼鬼。对，他今天算是昔日，然后跟我一起露脸这样。平日就是1到5正常的上班族。对，他现在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族啦，就是对。那薪水跟以前应该起伏蛮大的。其实差不多哎，因为公司对我还不错这样子，但是也买了房子啦，所以压力有点大，不能随便辞职。那严友廷之前好像没有他节奏变很好了。哎，没有，他节奏是真的变蛮好的啊。讲什么大实话？有他在是另外一种效果啦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适合他的工作，但也不是说他可能就是要比我们更加努力的学习。会心疼他吗？当然会心疼啊。哎，他都不能睡觉哎，我每次黑眼圈都超重的哎。那我就说你要睡觉，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由他自己出发，我们外人再多说什么，我觉得都是没有用的。那他还在那个群组？他，哎，要轮了。他在那个群组，在，他在。没有另外一个。没有，就一个群组而已。对对对，你不要。